可是我把钱唱了，有佛喜呀、啊，有佛喜。你都说那个牌你没有做了，它只是一个误会，你觉得是那个粉丝自己藏牌然后来搞你、抹黑你的？按照有佛喜这个逻辑基点，你不可能讲出这种话的，怎么可能要赔偿？如果你都牌签子里面都是有 iPhone 的话，不可能会吐出这句话的。如果你是真的在做生意的人，你有佛系这个时候，如果你本身是有签的，你一定是压起来的，你不可能是这个嘴脸是很悬，真的很悬，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有人在恶意抹黑我。你这样子怎么当歌中之歌啊？有佛系还说要怎么赔偿？网红有佛系在桃园娃娃机店举办 iPhone 15一番赏活动，却遭同为网红的笨板之一，根本是诈赌还硬凹。对此，身为笨板好友的直播主 Choice 也特别开直播分享看法。可是我把钱唱了，有佛喜呀、啊，有佛喜。死皮赖脸的说他没有嘛，对不对？你又不认，你又不认，我不认。你都说那个牌你没有做了，它只是一个误会，你觉得是那个粉丝自己藏牌然后来搞你、抹黑你的？按照有否吸这个逻辑基点，你不可能讲出这种话的，怎么可能要赔偿？如果你都牌签子里面都是有 iPhone 的话，不可能会吐出这句话的。我们只是换位思考而已，要么就是个粉丝真的藏起来，要么就是管理这个店的人、管理这个签的人自己抽起来，他自己做牌了。如果你是真的在做生意的人，你有否吸这个时候，如果你本身是有签的，你一定是压起来的，你不可能是这个嘴脸是很悬，真的很悬，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有人在恶意抹黑我。你这样子怎么当歌中之歌啊？有否吸还说要怎么赔偿？那今天你会站在这个店长前面讲了这么多无微不微的，你前面也在主导这个一番赏的流程、金额什么时候翻倍，什么时候加倍、什么时候变成两只手机，什么时候变成400块，全部都是你来主导的。然后你现在跟我说啊，这个店啊，这个有店长在管啊，我不知道哦，真的很悬哦，我不知道，我觉得在恶意抹黑，卖搞骗呐，对不对？怎么可能？你在这边应对一大堆，搞得好像你知道很多，然后要负责的时候不是我。说实在，就我来做的，也就是他现在狡辩了、啊，所以我现在想说，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是？我让他再去模糊焦点，还是先出更多他？涉嫌诈欺这个动作，大家目前看到的影片，他每个受害者遇到状况都是差不多这种状况。那他说是这十几个人都是联合涉欺先人跳他嘛？他们当时有在警察协调赔偿金额。那对于我来讲，你今天如果没做错事情，你为什么要赔钱给人家？我甚至说，如果他今天没有做错事情，我不相信他还需要找一些就是所谓社会人士来跟我谈说，可不可以私下把这件事情谈完？你有收到他有透过社会人士来跟你施压，是不是？一定有啊！在当天的时候，我拍完影片的时候，已经有收到好几位，就是可能有共同朋友或者一些就是在地方上有一些名气的人来跟我谈过这件事。只是因为我认为说，以前我不希望去受到任何打压，所以我才还是这样的目的。就是他所作所为，如果说就像他讲的，他其实被怎样，我不相信。对，他需要透过这些关系来跟我。你有感觉你的人身安全被威胁？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我家人甚至我朋友都有觉得，就是要不要这样做？那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当我那时候决定踏入，我从精品业决定踏入要走外衣这一块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影片一定会受到争议，一定会受到威胁之类的。但我既然决定要走这条路，那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就是我自己的风格，而不被人家影响。对，那至于说会不会担心害怕，如果因为讲事实就要被处理掉的话，那我也就算了吧。那我干脆就退出外地就要做了。最后一张315，所以有照顾。对，你可以开。最后一张91号，所以中了吗？没有。各位观众粉丝，他抽出来，他是说没有 iPhone 的。对。那怎么会有这件事呢？那就是我们藏嘛。那为什么前面他开都有呢？那唯独这一次这么刚好。讲难听点，要吗？没有，他前面也没中过，不是啊？所以他真的。但是他有开出来哦。我们没中都要全开。我知道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他有爆料的其中一个点，就是说那时候开的时候是由你们去拿钱，才出现了这张牌。他也可以开啊。但问题是他没开张。怎么拼出来？我觉得这样讲有点牵强。我是说那时候有开出来的状况下是。你们在现场，你们有去拿牌的动作，所以他认为说牌是在你们这边。那现在他这次没有让你们拿牌，他自己拿就没发现 iPhone 这张签，就很悬。所以你认为说是他自己藏牌？不，我不知道，但是很诡异，因为
那我觉得就给大家去判断，好不好？我也不说到底有没有长签的动作，但是他现在目前消费的状况是，你金额多少钱？我们照结。刚少是，刚数少四张吗？少四张。那不然就要看那边有没有人打完，然后这里。但是我现在问题就来了，刚刚我们就在确认说这里面有没有 iPhone， 我才来玩嘛。那现在就是说有，我们才玩。那你现在跟我讲说有可能在那四张里面，那你前面跟我讲 iPhone 是讲价，因为人家根本太……那我现在问一下，我现在那两只 iPhone 怎么办？嗯，长，如果遇到这个状况是什么？钱箱的钱，还有加奖上面全部的奖。你对我来说，我直接讲就像大饼一样。其实拍到已经，我一开始开开心心，我讲已经讲到觉得好像有点在，不是你哦，是觉得好像恶意在抹黑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大哥。我不是说你啊，我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见了，你说抹黑？对，但是你真的蛮能熬的。我不知道中间做了什么手脚，你们一直都在现场哎。对。你们都看他玩的，除非你跟他说他一个人自己这边玩，玩到后面跟你讲说没92号，那你可以说他搞事。你们三个都在现场，他只有一男一女在这边。我们是后来进来帮查签的，除非你认为说我进来之后把那张牌给抽掉，我根本连你中奖号码是谁的我都不知道。那兄弟，你想啊，你会希望我们什么？你太扯了，大哥。我现在讲，我也不想拍了，好吧？那你们要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处理。那我今天我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刘宝庆，我就觉得你蛮扯的，就这样子。真的蛮扯的，说实在，没有什么好拍的，因为我觉得今天你已经，我讲实在，我就是抓到你签不见的问题了，你还在跟我硬凹说什么选不选？我说不要拍。网红笨板15日拍片踢爆有否吸，在桃园自家娃娃机店举办的一班上涉藏签诈骗，投诉人阿浩现身指控，有否吸开的娃娃机店举办抽 iPhone 15的活动，游戏规则是总共360抽，每抽200元。其中一张一定会有 iPhone 的签。阿浩先前曾花80000元，却一只手机都没抽到。且后来虽然有抽到 iPhone 的签，但他也怀疑有否吸出老签，把 iPhone 签藏在身上，再拿出来给他抽。笨板与阿浩接着直接前往有否吸开的娃娃机店，把一班赏剩下160张包下，结果打开确实全没有头奖 iPhone 的签。影片中有否吸却当场质疑这件事很悬，认为自己被恶意抹黑，笨板最后反击呛有否吸根本是诈赌还硬拗。笨板事后也在社群曝光事件后续，指受害粉丝一度求偿50万，并开呛有否吸这白痴真的有够悬。对此店内负责人凯门瑞也提供监视器画面，直指观众当场做签后疑似在通知笨板拍片设局。其实他第一次已经中过一次奖，为什么每次都刚好选店休的时候来，还都要求佛西哥到场？其实这位消费者都在我们店休时候拜托我们特别开店让他消费。事发当天也是第三次，这位消费者透过私讯联络我，是否可以约佛西到场。第三次来游玩的时候，特别指定要佛西哥本人到场。一般消费者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疑似联络蹦板社局，消费者拿到中奖签，女方担心社局被发现，马上拿未中奖的签掩盖。消费者双手掩盖中奖签，假装没中并递给我。因我经验判断认定没中，未经确认将签丢进垃圾桶。我也与消费者当下和解，并退款现金40000转账80000。我以为已经结束了。处理简单处理掉，这样就好。耗时2个多小时后，对方人数聚集越来越多。当下我担心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于是求救小花朵。
小花朵知情后马上报警，带领警察拯救我，并到派出所做笔录。在派出所等待做笔录时，他们派人把证据中奖钱带走。凯门瑞最后也晒出多则消费者截图照，并澄清一直以来我们的奖项都有客人中奖，并且向有否西道歉。我在此跟大家澄清，一直以来我们的奖项都有客人中奖，我本人在此跟否西哥说声抱歉，害他卷入这样的纷争。而稍早笨板也接受三立新闻网访问，表示有否西现在就是在狡辩跟模糊焦点，更透露影片上架前有否西就曾透过有利人士来施压要他把影片拿掉。他也气愤喊话，如果你没做错，你不需要搞这么多小动作。我说实在，就对我来说，我的原因就是他现在狡辩了，所以我就在想说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是我让他再去模糊焦点，还是接再先出更多他涉嫌诈欺这个动作？因为网络上已经沸沸扬这么多受害者出来，如果说今天只有一个人涉及牵扯掉他怎样，然后还说得过去。那我相信网络上现在的资讯都很透明，我也把很多受害者文字都丢在上面。今天他的手法不是今天只有一个受害者在认为，我像群组里面光收集的案例超过十。我是认为说有这种嫌疑哈，不能说，因为我们并不是法官，我不能去直接判定说他就是有罪。那他目前看到的影片，他每个受害者遇到状况都是差不多这种状况。那他说是这十几个人都是联合设计先人跳他嘛？我都是坦白说不想要对社会观感不佳，所以请他们去警察局处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去找当时去协调警察。他们当时有在警察协调赔偿金额，那对我来讲，你今天我没做错事情，你为什么要赔钱给人家？而且他在我面前就已经有答应说要赔偿给50万给这个粉丝，是我拒绝掉。是我认为说这件事情不能私了，要的话就是走一个司法的程序，毕竟这是会公诸在媒体下面的事情，因为我并没有打算说这件事情。他如果赔偿了，我就会把眼盖掉，不可能。是，所以你还是公布了这样子。有，好像有去报警，好像刚刚桃园警方有说会依那个诈欺罪来，就是起诉那个有否系这样子。有否系已经在当天拍影片的时候就被提告了。就已经被那个跟你投诉的那个爆料者，因为我当时就要求粉丝去提告，而不要私底下说。协调后续动作，因为他们的确有做错动作，但我当下我知道的就阻止他们。对，那他认为说他被勒索，我就问他，如果今天他没有做错事情，人家会去勒索，他有办法被勒索吗？他为什么要被他协调？那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目前的状况就是被他抓到某些事情的把柄，所以他自己也想要更加协调的金额，是这个金额是不是他满意的金额，我不知道。我甚至说，如果他今天没有做错事情，我不相信。他还需要找一些就是所谓社会人士来跟我谈说可不可以私下把这件事情谈完。你有收到他有透过社会人士来跟你施压是不是？一定有啊，在当天的时候我拍完影片就已经有收到好几位，就是可能有共同朋友或是一些就是在地方上有一些名气的人来跟我谈过这件事，只是因为我认为说以前我不希望去受到任何打压，所以我才还是这样的目的。就是他所作所为，如果说就像他讲的，他今天被怎样，我不相信。对，他需要透过这些关系来跟我这么多小动作这样子。然后我上面我手上也有他的跟他不知道跟哪位社会人士跟他所谓的朋友的对话记录，说意思就是说他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就是把他敲掉，就是他认为，对他认为说他认识的背景真的替有办法认识出掉，甚至说他说他在网混这么久，他不可能会玩出一个就像我这样的人，对，所以我认为说他的行为举止跟所作所为都证明他就是有罪，只是他不承认而已。那你有，因为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我。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这截图丢给你。他自己也讲了一句话说：“反正我就死不承认罪啊，他也不能拿我怎样。”这么嚣张？那我这不是嚣张，这对于说是其实台湾司法来讲，我也知道，因为诈欺这种罪蛮难办。对啦，他的确，他可以现在
他现在请他店长说，哦，还有做店长，说实在的，警方是讲求证据的东西，而我们，但我们对于我们观众来讲，我们是看得到事实的东西，但警方没办法这样办，啊，不因为我的影片有去办一个人，对，但他需要那些证，但这些证据要去哪里找？是，这就是我们台湾这么多诈欺，这么多网红在骗人家钱，对，哦，那我觉得很可怜，就是这种事情，那他现在咬着说，反正警方来查也查不到什么东西，毕竟那些证据早都不存在。你有感觉你的人身安全被威胁？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我家人甚至我朋友都有觉得，就是要不要不要这样做。那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当我那时候决定踏入，我从精品业决定踏入要走观音这一块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影片一定会受到争议，一定会受到威胁之类的。但我既然决定要走这条路，那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就是我自己的风格，而不被人家影响。对，那至于说会不会担心害怕，如果因为讲事实就要被处理掉的话，那我也就算了吧。对吧，那我干脆就退出外地，不要做了。